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升起大悲心，那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啊，那愿这些母亲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当然，首先你一定要感受到母亲的痛苦。我想各位有爸爸妈妈，如果父母在生病，你就很容易感受到啊，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孝顺的人，那你当然不愿意父母受苦。那站在大乘佛教，不是光我们的父母，而是一些六道众生，包括很有钱的人，包括很出名现在很快乐的人。那为什么要对他升起悲心？因为虽然他现在很快乐，但是这个快乐都是暂时的。所有的生命都在生老病死轮回苦，那为什么要对他生起这种悲心呢？因为所有的众生都做过我们的母亲，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啊！伤害你的、认识你的、不认识你的、对你好的，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那各位要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知见，所以我们不能不管他们，所以这个叫大乘佛教啊。就像各位喜欢拜观音菩萨，喜欢拜地藏王菩萨，都知道，特别地藏王菩萨念下来，众生度尽，方成菩提啊！所以众生都是他的母亲，特别是最苦的众生，念下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所以地藏菩萨并不是在地狱的，而是他对越受苦的众生，他的悲心越强。那我想地藏菩萨是如此，观音菩萨是如此，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是如此。那为什么呢？事实上这些菩萨都已经成佛了，那为什么要发这个愿？那他们要示现给我们看，也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那就要升起这个把众生当作父母的这种大悲心。而且这个悲心各位一定要有一种感受啊，最怕一个叫漠不关心啊，漠不关心就是反正隔壁的人没饭吃，跟我没什么关系啊。隔壁的人在生病，好在我自己没生病啊。那这样就是没有悲心啊。悲心呢，就算你爱狗的人看到一只狗受苦了，你心里会很感动啊，会一直想要帮助他。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感受，那基本上就代表自己悲心不够。所以我想啊，爸爸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那你会觉得内心很难过。那我们修大乘佛教就要这样修，就是任何一个生命，一个老人、小孩
报纸上看到他在受苦了，那你就要学习去关心他，啊，把他的痛苦放在你心里面，一直想要帮助他，这个叫修行啊。因为修行以前我们是自私的，只想自己。那如果你要开始修行了，那你要练习去关心，啊，去感受对方的苦，去承担对方的苦，去帮助别人快乐，这个叫修行啊。不然的话，你就不了解大乘佛教是什么。可能你会念地藏经，会念阿弥陀经，很会念大悲咒，但是如果一个修行人不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这种悲心啊关怀，那我们就不算大乘佛教。我们不过是一个当然对佛教有信仰的啊。那当然，那有这个悲心，那第二个刚刚讲了，升起菩提心，那为了要帮助所有众生一定能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佛。因为如果你没有成佛，就没有能力啊。就像说看到别人在生病得癌症，当然我们会帮他回向，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帮助他。那如果你成佛了，那你就有这种成佛有三种功德，你想大智慧、大慈悲、大雄力啊。大智慧就是了解空性，了解帮助众生的方法。大慈悲呢？什么叫大慈悲？来，难忍平等大悲心啊！就刚刚讲，没有办法去忍受众生苦，而且对一切众生都一样，叫平等的大悲心。那佛陀具足这个啊，各位可能还没办法，我们还没办法具足，但是这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再来大雄力，所以我们一般叫大雄宝殿啊。力也代表各种，特别是神通的力量、威德的力量，所以佛陀呢叫大智、大悲、大力，这三个合合圆满了才成佛。但是如果没有这三个圆满，我们就没办法真实去帮助所有众生。所以各位每次看到佛像，哪怕一张佛像，你都要思维，我是为了这个在努力啊，这目标千万不要把人生的目标定在我要赚大钱，我要出名，我要买房子，我要结婚，我要生小孩，那个是一种世间法。老实说，我刚刚讲的这个结婚生小孩是快乐还痛苦啊？对啊，痛苦啊，没办法啊，没办法啊，变成对你来讲是一种压力，了解吗？你把他生下来了啊，那你就不得不养他。不得不照顾他，这个是被强迫的啊，因为你对他有感情了 啊，一只动物也一样啊，一只动物他小动物死了，这只动物母亲妈妈都会哭的，这是没办法的啊。那佛教就是要我们培养这种心态，你不能说只对自己的儿女，而是要对包括一只小蚂蚁、一只小鸟。一个不认识的人在报纸上看到他往生了，你心里都要有那种感动悲心，这个叫刚刚讲，你要强迫自己这么做，你一定要强迫自己这样做啊！如果没有，哎呀，我没有在修，我赶快为他念观音菩萨，思维他的痛苦，而且自己发愿啊，愿自己真实能够帮助他离苦，所以为了这个，所以自己要为他念佛，要为他做一件事情，那这样你才会一直培养，一直培养，哪一天就达到一种无虚伪的自然的悲心。就像刚刚讲了，一个妈妈看到小孩子跌倒，就会冲过去救他，这个是不用讲的。你不能说哦，那是墨西哥人，我不用救，这样啊，因为我是华人，那这个就叫分别意识。那佛教里面叫我们有空性，什么叫空性？就是无分别的。反正他苦，我就是要救他下地狱，我就跟他跳下去。啊，要有这种很强烈的悲心。那为了要救对方，所以一定要成佛。啊，所以刚刚讲啊，升起悲心，升起菩提心。那为了要成佛，那各位一定要安住空性。什么叫空呢？空就是无我的。啊，众生才是我。比如说，没有树，我们就不能活。
没有太阳我们也不能活。那你要感受到所有世界众生，那么跟你的关系都是你生命生存的依靠，就像没有爸爸妈妈我们都不能活一样。然后呢，要有这种没有自我的存在，一切存在都是如幻如化的，能够存在都是依靠了所有众生，依靠了太阳啊、空气啊，依靠一切啊，这样才能够存在。所以各位这样听我这样讲啊，修行不容易啊，从刚刚到现在几分钟，那门开来开去也没办法修行啊。所以因为修行，你就要很专心，很专心啊。这个专心叫禅，那你要分析的很深，叫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果一直一直有这个不应该有的那些影像啊、声音啊，那你就没办法了啊。所以看要有什么办法，不然你给它开着，不要关了啊。好，那各位手上拿一块饼干呢？那借这个饼干呢，我们来修悲心。对你来讲，一块小饼干算什么？真是非常容易。但是对那些可怜的众生呢，一块小饼干，一颗米啊，就像一个人10天没喝到水了，你给他一滴水，他也跪在那边给你磕头啊。所以对我们来讲，一块小小的饼干，它是我们化成烟供，就可以无量无边的味道啊。就像有人在这里面点一支烟，香烟呢，大家都会骂他，都闻到那个臭味，那不叫香烟，那叫臭烟啊，因为它会影响别人。那当然佛教里面讲啊，希望我们影响正面的，不要影响负面的啊。所以你生气了，别人也会不高兴啊。你穿得很性感，别人也不高兴。你凸显你很有钱，别人也不舒服。那各位要了解这个道理啊。如果我们要去影响别人，会影响世界，都要朝正面的方向去看。那在佛教里面，只要一到傍晚，我们就赶快要施食。那为什么？因为一到傍晚，那些最可怜最可怜的孤魂野鬼就开始出来找食物了。不是说平常没孤魂野鬼，到处都有，阴凉树下都有，只是现在没太阳了，他们呢就会到处找食物。那特别各位，是我们是佛教徒啊，那佛教徒要有这个悲心啊，主动的。那布施甘露，不分在家出家。那佛陀说，佛弟子不施食，非我弟子。为什么？不慈悲啊。因为就像说，傍晚到了，每次有20的老人站在你家门口，你说那个又不是我爸爸妈妈，不理他，那我们就不是佛教徒了。因为佛教徒就是要爱护众生。那当然很多人说，那是孤魂野鬼呢，那更可怜啊。那你只要帮助他，他就可以升天了，去极乐世界，何乐不为？那所以各位要把，只要你要吃饭，都要想到众生有没有吃饭，这样。所以我们吃个饭的时候，会供养三宝，会供养护法神，供养六道众生，供养父母祖先，就这四个方面。再念一下：供养三宝，供养护法神，供养六道众生，供养父母祖先，冤亲债主。这四个一定要供养啊。那因为这个是对上，所以佛教的所谓的修行，它讲的是和谐，你跟万事万物如何和谐啊，而不凸显自己。我想生病的人一定会乖乖的按照医生的交代，每天吃3包药、4包药等等等等。那这很痛的人就会赶快去吊点滴啊，希望这个痛苦可以停止。那作为一个菩萨就是要这样，就算你不生病，但是很多众生医院永远躺满的人啊，那所以你的悲心就不能间断。那各位就要经常布施药，念药师咒，那就按照药师经为他们点灯，受报关斋戒，放生，减低众生的痛苦
那如果你有这个悲心呢，那基本上你自己就有很大的福报，不会生病，因为帮助众生就是帮助自己。那你一直去帮助其他的老人，你会发觉你的爸爸妈妈也不太生病。你一直去帮助别人的小孩，你也发觉你的小孩比别人乖。所以很简单啊，越自私的越痛苦啊，你越不自私越慈悲，帮助其他的众生，那你就消除自己的业障啊。就像早上我们他们安排去彩虹老人中心，给那些老人更快乐啊。下午我们宏愿法师带我们去这边的军人坟墓区啊，去做一点烟供。然后为了要做烟供，那给那边当地的黑人管理人员一人几块美金，他看烟很快乐啊。那我想，那一直去利益别人，利益众生。那各位养成习惯，最好每天晚上你都一杯水跟米，对你来讲很简单，点一个小小的烟供香插在外面也很简单啊，甚至烧几块饼干放在你的炉子里面，那也很容易。但是对我们来讲很容易做，但是对众生来讲就太重要了啊。你要观想说，这个世界有一千只狗没有饭吃，没有人会喂他们，只有你一个人在喂他们，所以你还不得不很认真啊，给他们水喝，给他们一点食物，然后呢慢慢啊，愿他们脱离畜生套的痛苦。那我想这个就是修行，修行不是光跑到佛堂，修行是特别佛教里面有苦难的地方才是我们要去帮助的地方，这叫生命的意义啊。生命的意义就像我们下午去坟墓去，有一点热啊，走来走去啊，但是好像没什么事干，但是对自己没什么事，但是就是要帮助他们啊。所以为什么自己没事？因为没有欲望，所以没什么事啊，无所求，无所求就没什么烦恼。但是要想呢，他们的苦怎么帮助他们。我们读地藏经最简单的法门就是经常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礼拜、称赞、供养地藏菩萨，就可以得到经典里面说的所有的利益啊。那特别各位在家里，如果你做完烟供啊、施食啊、水米，再来你就把你熟悉的法门布施给他们啊，然后呢，希望他们能够离苦。你会念大悲咒，你会念心经，你会念阿弥陀经都可以，只是说帮助这些更苦的地狱道、恶鬼道，那地藏法门是最相应的啊。而且地藏法门还有一个特点，你越诵地藏经，你会越孝顺。所以各位，你一定要让你的小孩子读地藏经啊，这是做人的根本，孝顺啊，也是越进步的社会越需要的地方啊，越需要的地方。特别在美国好像有个习惯啊，等爸爸妈妈老了就送去老人院啊，这是一个有一点可悲的地方啊。那我想没有一个老人家不希望儿女在身边的啊，就算他生病了也希望儿女在他身边照顾他啊。那也唯有儿女才有那个耐心去照顾，这也是真的。所以那当然修地藏法门能够让我们就升起孝顺的心态，特别是明天后天他们要庆祝母亲节，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母亲节也是最重要的啊，感谢母亲。那在佛教里面往往会把母亲节跟佛诞日，这个月是释迦牟尼佛从出生成佛到涅槃的纪念日，这个月，所以到处都在庆祝，叫未设节啊，就是从佛陀到成道到涅槃的纪念日。所以我们大家念一下赞叹啊，赞记就是礼赞地藏王菩萨，称念地藏王菩萨名号跟几个重要的咒语，然后呢，最好也能够发起地藏王菩萨的愿力，这个叫学佛啊。我们从拜佛变成学佛，学观音菩萨的慈悲，学地藏王菩萨的孝顺悲愿啊，学文殊菩萨的智慧，学普贤菩萨的实践，
愿力行为永恒的实践。好，我们一起念。地藏菩萨妙难轮，化现金融处处分，三途六道闻妙法，四生十类蒙慈恩，明珠照彻天堂路，惊喜震开地狱门，累劫清音蒙接引，九莲台畔礼慈尊。南无九华山幽冥世界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哦，我们来念地藏菩萨的名号，标准呢，就是升起对地藏王菩萨的这种礼赞，然后呢，自己也愿伴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就是归命啊，我们叫身口意来供养地藏王菩萨，来依止地藏王菩萨。按照地藏经是希望大家都发愿做地藏王菩萨的分身菩萨。什么叫分身呢？你就是实践地藏王菩萨的一种愿力。就像公安局局长最大的，每一个公安人员穿的都一样，对不对？实践的都是一个指令，保护公共安全啊，所以每个人穿的都一样，只是位阶不一样啊。那我想我们修菩萨道，你学观音菩萨，你学地藏王菩萨，那标准是你要成佛，每一个菩萨你都学，要有观音的大悲心，要有地藏王菩萨的大孝愿啊，要有文殊菩萨的智慧。那甚至每一个菩萨的坐骑都不一样啊，文殊菩萨坐的是狮子，代表什么？勇猛，断无明。各位啊，你要改变你的无明烦恼，要有这种当下立断，你不能拖啊，师父脾气不好，赶快断，断不了啊。那你断不了，你怎么去利益众生？那自己永远在烦恼。所以要有文殊菩萨拿着智慧剑断无明，无明生起来就是烦恼，贪嗔痴傲慢嫉妒怀疑，这些要断掉啊。普贤菩萨做大象，那你要去利益众生，要像大象一样忍辱负重啊，不退转。大象要替主人被射箭呢 啊，而且大象的个性啊温柔，但是永不退转。这样才能够去度尽众生。那要有观音菩萨的坐骑，他们现在用鳌鱼、用龙，在苦海里面，对不对？苦海里面翻转。那观音菩萨把苦海当作他的道场，救苦救难。地藏王菩萨一直地盯这只狗，那狗代表忠实。地藏王菩萨跟释迦牟尼佛说：“佛陀啊，你入涅槃以后，到未来。”弥勒菩萨成佛这567000万年六道轮回的苦，我永不退转，去度尽他们，让他们脱离六道轮回，甚至发了最最最忠实的心：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有众生都成佛了，我乃成佛。所以各位要有这种狗的忠实啊，忠实于他的主人，忠实于所有众生。所以当然。那我们为了要成佛，那每一个菩萨的这种特性德道德必须展现在你的人格上面，这才叫学佛啊！你不能说学佛我就是这个个性，他就是那个个性，那还拜这么久啊，这样啊。所以家里各位都摆着自己喜欢摆的佛像，读了自己喜欢看的经典，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跟他完全一样啊。所以拜观音菩萨要观音的悲心，观自在的智慧，观世音的悲心，那这样才有意义。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消灾者放在观音菩萨，放在药师佛？那基本上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悲愿。那如果我们有观音菩萨的慈悲，药师佛的这种力量，我们就可以帮助别人消灾延寿啊。所以我们看到地藏王菩萨后面摆的是我们往生的牌位。如果我们有地藏王菩萨的这种悲愿，按照地藏经去实践，那这些往生者也就可以得到超度。我想学佛必须透过我们的人格表现出来，那因为人格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才会去老人院啊、孤儿院啊，我们要去放生啊，我们要去坟墓区啊，我们要去做烟供施食都可以，因为你要展现出来啊，而产生力量。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这样来修，而不是说哎呀我地藏经啊念了几遍，我地藏菩萨念了几遍，你念了几遍是几遍的这种悲愿，几遍的慈悲的实践，我想这样告诉我们要多念几遍。好，所以我们来念地藏王菩萨愿六道众生，刚刚讲了三途六道闻妙法，第二行啊，三途就第一轨道畜生道，被火烧被刀砍流很多血叫三途苦，然后希望这些受三途苦的六道轮回众生能够听闻佛法，四生十类胎卵石化，十类众生都得到地藏王菩萨的加持。地藏王菩萨有一个代表慈悲的明珠，明珠照彻天堂路，这个明珠让他们脱离三途苦，金席正开第一名，地狱门这金席代表地藏王菩萨坚持法，这个戒律三法印四圣体八正道十二因缘中道实相的实践啊，那么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地狱都给打开，累劫亲因蒙接引，希望我们每个人累劫累世的父母去眷属都得到地藏王菩萨的接引，而能够往生净土九莲台半，那代表九品莲花，地藏王菩萨引导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礼持尊去礼拜阿弥陀佛啊。那我们在念地藏菩萨的时候，那就要这样去观想，观想。那最大的观想是什么？你变成地藏王菩萨，所以一开始叫地藏菩萨妙兰轮，你要变成地藏王菩萨，化现金龙处处分。这个分代表分身百千亿，那我们也要去做地藏王菩萨的分身菩萨，让三途六道，让四生十类，让累劫清音啊，等等等等，能够离苦得乐。来。南无地藏王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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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啊，在家里你可以用唱的，还是边唱边观想啊，观想地藏王菩萨如何去利益众生的，来自众生看到地藏王菩萨的形象就可以离苦，所以叫见闻利益品，看见听到就得到利益。那现在我们要念的是地藏王菩萨名号的咒语，来给我念一次，来相求。心化心化清波桑叶娘波拉香茶楼戒多加胜切我，那就是把地藏王菩萨名号的功德，就像如来应供正遍知啊啊，这样去念出地藏王菩萨的整个的名字很长。那念的时候各位你就要观想，那整尊地藏王菩萨比地球还大，然后呢从他的每一个毛细孔就布施出他的功德甘露啊，给地狱道，给恶鬼道，给听闻没有听闻佛法了，给将来会受苦乃至现在在受苦，就像观想地藏王菩萨在空中从他的毛细孔洒出甘露，那这个世间是一个火焰啊，一个沙漠啊，所以洒出甘露让众生的心田得到滋润，痛苦得到消除。那各位你要让你的心灵力量产生功德，那你就必须要不断的练习练习再练习，这个世间没有什么特别，念一下熟能生巧就是这样，各位打麻将也是熟能生巧，坏事做多了现在要变成好事，每一个佛累劫三大阿僧祇劫断了多少头，挖了多少眼睛，布施了多少骨髓国家，他们累积这些波罗蜜最后成佛，他成佛呢就透过他的名号咒语你一念了，然后就全然的布施出他的功德。如果有人能够念阿弥陀佛念到无间地狱，整个无间地狱都变成极乐世界、那各位就要透过我们的观想心灵的力量，可以融入地狱，融入恶鬼道、融入他方世界。所以那佛法就是希望跟众生合为一体，
那个你要经常练习哦，唱到你在哭啊，唱到很大声啊，唱到声音很高都没关系。所以各位也听到他们在念咒，也在高山上唱的很高亢的声音啊，让到全世界都听得见啊。当然，如果是佛教徒，就很喜欢听这个啊，众生更喜欢听。所以你念这个地藏菩萨的功德名号咒语，就刚刚这段那么长，那就所有众生都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再来要念的是地藏王菩萨的根本心咒，也叫心咒，念一下：嗡，哈哈哈，问，三昧耶，梭哈，嗡，哈哈哈，问，三昧耶，梭哈，嗡，哈哈哈，问，三昧耶，梭哈。那你念这个就是啊，地藏王菩萨一样啊，心咒就是精髓的意思，就像各位念《般若心经》。这个心经就是大般若经的精髓，也是每一个佛成佛的精髓空性啊，所以呢就念心经的力量就很大。那所以啊，你念这个心咒就把地藏王菩萨的功德力也布施给对方。哎，我们念三遍：嗡哈哈哈，问三昧耶梭哈，嗡哈哈哈，问三昧耶梭哈，嗡哈哈哈，问三昧耶说哈。再来更重要了，你要超度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那叫地藏菩萨超度心咒。啊，各位要经常念，因为我们去撒个米，像平常我各位你念在嘴巴，你要撒米撒水吹口去布施出去，这里面都有各种你念的佛号咒语的功德融入在这里面。就像各位你拿一颗米在家里念49遍往生咒，我有念7遍大悲咒，念完了很多米的吹口气，走到哪里就多撒米啊、水啊，啊，因为你不可能在当现场念那么多遍，但是你所做的功德，包括你今天念了49遍的地藏菩萨名号，但是你念嗡阿吽的时候，你要这样观想：来，累劫累世，过去所做，今日已做，所有功德。嗡阿吽，然后就融入了这一杯水啊，这一支香啊，这颗米啊，那你走到哪里布施一下。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世间做的善业永远都在，念一下功不唐捐。请问你在这个世间做的恶业有没有在？如轮子影子跟着你生生世世了。如果你不去忏悔恶业啊，这个恶业永远生生世世追着你啊。就像你跟政府借了10万美金，你不还，政府永远都追你的。所以这个善业恶业永远不会跑掉的，所以要把恶业铲除掉，把善业一直布施出去啊！你一直布施出去，这个善业就越多，叫回向的意思啊！今天我已经念10000遍的地藏菩萨名号，吹口气布施出去，变20万遍啊！然后呢，我第二次又吹口，又加20万遍，又40万遍了。所以你越布施，越回向给众生，力量越大。啊，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清净跟慈悲。清净就是我不要有恶业，慈悲就是我到处累积功德，供花、供水果、念佛、诵地藏经、念大悲咒，我要把这个善业融入。啊，所以对我来讲，我们每天到不一样的地方。很高兴，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就要把这个功德融入在这个地方，又在这个地方又广积各种的功德啊！除了现场结善缘，又可以融入到他方的地方，所以要前面有个绕着地球跑啊，先绕着地球跑，将来才可以绕着6道跑啊！所以，然后你一个人不够，所以你要像地藏王菩萨一样、释迦牟尼佛一样，来分身百千亿。那你要修到能够分身哦。什么叫分身？如果你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你就没办法分了啊！你要有空性，你要修到一个无我的空性，那你一下可以变成1亿个、100亿个、1亿亿个、几兆个都没问题，只要你有空性。各位一定要养成习惯啊！一般人不太容易养，因为你这个相片已经是你看习惯了，这个就是我。这个名字就是我，
啊，那你已经执着了啊，因为身体一痛，哎呀，我怎么在痛？哎呀，我儿子有我跟我的叫我，我所我的儿子，我的房子，所以佛教里面为什么菩萨一定要修空性？再念一次，升起大悲心，发起菩提心，安住空性。如果你没有空性，你就没办法圆满大悲菩提心。所以整个佛教的修行啊，七个字念一下：无我、大悲、菩提心，就这七个字而已。无我就是皈依法，大悲就是皈依身，啊，菩提心就是皈依佛。念一下：皈依佛，发菩提心，皈依法，体证空性，皈依身，圆满大悲心。修行就只是三个，但是你抓住重点就好了，啊，抓住重点。所以所谓无我，就是只有想了对方，啊，你要 消除自己，你讲调伏自心，啊，征服自我，对自我执，那你就自由了。不然你有一个我在生病啊，我在老啊，我在轮回啊，你会很痛苦。那不但没有我，那只能有众生。叫大悲心，那这两个圆满了，那就成佛了。所以一个叫什么来？智慧之粮，就是无我断烦恼；再来福德之粮，就是慈悲，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那这两个圆满了，叫什么来？福慧两足尊，就是成佛了。所以各位，生命的努力，如果你找到了，那世间呢，你就慢慢放下。啊，你要努力的去累积福慧双修，我们也叫悲智双运。那我希望各位影响你的小孩子，不然你的小孩子开始努力读书，读书要成为一个博士，要赚钱，对他都是浪费，最后还不是去老人院？念阿弥陀佛，不然要念什么？啊，你世间再大的成就能够干嘛？所以努力。不是说不要读书，动机不是为了我要得到博士，动机就是要把这个我消除掉，动机要增加自己服务众生的能力，去努力可以。我要做医生，可以，不要拿薪水的，不用杀小动物的，啊，纯粹帮助任何众生的医生，那就是佛陀，佛陀叫大医王，啊，所以佛陀除了帮众生的身体不要痛苦。更重要的来帮助众生的心没有烦恼，因为众生心里面有烦恼，身体身口一造业就会痛苦嘛。所以佛陀要帮助的是众生的身体得到暂时的安乐，心里得到就近的解脱，甚至让他身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心具足大悲心、菩提心、空性的智慧，就是圆满的人格发展。所以我认为各位会移民到国外来，就是在追求更好，对不对？那更好不是移到哪里去，是人格的提升，啊，把人变成佛去追求这个。所以念一下，把贪心变成菩提心，把嗔恚变成大悲心，把愚痴变成大智慧。啊，所以世间人说，把知识变成智慧，把感情变成慈悲，把意志变成愿力，啊，就是要这样，要让自己呢有这种啊大智慧、大慈悲、大愿力，叫刚刚讲的大智、大悲、大力，这是生命的方向。那为了达到这个方向啊，所以我们每天看佛像、看佛经、念佛，乃至念佛的心叫咒，唵嘛呢叭咪吽叫咒。大悲咒就是观音菩萨的心，啊，或是你念观音心咒，唵嘛呢叭咪吽，你念地藏王菩萨的心咒，唵哈文三昧耶娑哈，就是我要地藏王菩萨圆满的心。你念大地藏王菩萨的利益众生，唵清悉那吒吽，以地藏王菩萨的这种圆满的心去救度地狱道、鬼道、畜生道，让他们脱离轮回。这个叫每一个佛还有不一样的利益众生的咒语。但是基本上你必须要有佛菩萨的心态，啊，那这个叫学佛了，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讲了佛法的很重要的重点，各位一定要抓住。所以
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药师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普贤菩萨，这些法门你都要学，因为这是帮助众生的各种方法。那你要学一个法门，那你要了解这个佛菩萨的经典。比如说各位要研究地藏菩萨，那基本上你要看地藏菩萨本愿经，那进一步呢看圆命地藏经，进一步呢看地藏十轮经、哦、那这些要看，因为地藏十轮经就讲出地藏王菩萨如何入恒河沙禅定的力量，就从这边来了。那再来呢，地藏王菩萨瞻察业报经利益众生的方法啊，当然很多经典都谈到地藏王菩萨等等啊，所以这个经典叫显教显，因为看得懂。然后呢，那你了解地藏王菩萨的思想行为，当然你就要进入密，密就要念他的咒，咒就是精髓的意思了啊。比如说各位你在研究大般若经，然后整个般若经的精髓就是后面的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个咒叫陀罗尼啊。但是如果你不了解经典的意义思想，直接念咒，那力量不够，因为你不懂啊。各位了解世间苦啊，极乐世界好啊，所以我们了解如何让六道众生脱离我执烦恼等等，然后能够上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整个思想你都懂了，所以你当你念阿弥陀佛的心咒的时候就有力量啊，因为你看到众生在做皇帝，你都会觉得去极乐世界吧，皇帝有什么重要啊？如果你借由皇帝来推广佛法，那有道理。那如果你去享受皇帝的权力地位，一个有钱人，一个英俊的，一个漂亮，这个叫损福报了，还会造业了。但是如果你了解，我利用我现在健康的身体，多来拜佛，多来帮助老人，多来做一些义工的工，那你这个就对了。就像各位现在你有钱，你可以拿钱造佛像、印佛经，去利益众生，那这个钱一点都没浪费。生生世世，你一生下来下辈子就1亿，因为你这辈子布施的嘛，你跑不掉。各位你相信因果了，来，布施得大富，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一个布施的人，过去是有布施的人，这辈子生的家庭就是特别有钱，他老爸卖命都要把钱给他，这样，因为他自己种的因，这叫富二代。问题是他不懂得学佛，就没有富三代了。他如果懂得学佛，那继续累积这个善因就懂了。我们华人最喜欢拜的就是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特别是地藏菩萨，很多我看网络相片了，每天都有人登各种各种的地藏王菩萨。明明地藏菩萨的形象很单纯，但是就画出各种不一样的。大家很喜欢地藏王菩萨，而且地藏王菩萨是最庄严。你要做地藏王菩萨，脸要做得非常非常庄严。修地藏法门要有这个特点，就是相好庄严威德，这样这些具足了。所以。那各位特别要超度，看到三恶道你就要念，你到超市看到有鱼屎啦，那些肉清醒了走红，把它给超度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念，然后各位呢外面在烟供，刚刚甘露施食，哦，让他们超度啊。念的时候我加这个铃，这个铃一念一锵，高最高的天，最深的无间地狱都听到声音，叫铃的意思。敲法器就是为了这个。好，什么叫咒？自然浮现的声音，是吧？你看到一个生病的人，玛利亚咪吽；你看到一个生病的人，看到动物阿毗迦兰伽，清醒了照；看到一个肉，嗡清醒，就自然的。所以你平常要练习好，而且经典常跟我们说，你只要念十万遍你念一遍就可以马上把它超度掉。你念十万遍不动佛心咒，你念一遍，你想到无间地狱地，他马上就超度了。当然这个十万代表无尽，就是说你已经念习惯了，念习惯了，所以看到往生牌位阿弥陀佛超度了，看到消灾牌位唵嘛呢叭咪吽，那么观音菩萨哦，希望他消灾，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那各位你就要经常练习，那你要背下来才行。唵清西拉扎王，那背下来以后，那你就要观想
地藏菩萨，就像各位看电影一样，地藏菩萨如何去救他们的，按照经典或是你观想，他让他们脱离无间地狱，他让他们脱离那个油锅，让他们脱离尖山地狱，让他们脱离被宰杀动物苦，那你就变成像地藏王菩萨，怎么帮助他们？而地藏王菩萨会守在地狱的门口，问你口令，如果你会念，马上不用进地狱。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如果你会念这句话，马上就脱离地狱。地藏王菩萨会用各种的方法，所以我想慈悲就像妈妈看到小孩子马上跳过去的，马上去救他，那个时候连思考的机会都没有。咒就是这样，自然流露，自然流露。各位，你开车看到前面有车祸，嗡嘛呢呗咪吽，因为你熟悉了嘛。希望他们消业障，嗡本咋杀都哄这样啊。看到猫被一只狗撞死了，马上嗡庆幸了再哄，因为你自然的。那这个是你平常必须一直练习的，而且你练习的时候最好，比如说各位在念地藏菩萨的心咒，那你要看着地藏王菩萨的相片更容易。先供养、赞叹、礼拜、点灯，然后你就开始念，念到你跟地藏王菩萨合为一体。合为一体干嘛？来帮助众生。念一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这个意思了。就像我们念佛，念佛叫波陀三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整个世界变成极乐世界，所有人都变成阿弥陀佛，三恶道众生都去极乐世界，都变成阿弥陀佛，念到完全进入那个状态，身口意进入那个利益众生，所有众生也得到利益，叫三昧的状态。三昧的状态就是那种大乘的禅定，所以我们叫三昧耶界。就保持那种状态，那当然你要自己一直练习。只是我很喜欢教各位做烟供施食，你才会有个相信，很多鬼道来了。为什么？请他来。今天你在外面拿，如果你来参加普贤寺法会，一人领$10,000客满。你听得懂一句，再给你10,000。他背也要把它背到天亮。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给众生好处，那这个好处，各位刚才一杯水这样而已，七颗米，一块小饼干，你就可以透过咒语变成无量无边了。换一点烟供，这个烟飘啊飘很远而且那个味道很强就算你没有念咒，他这个也闻到这个味道，念一下闻即解脱很快乐。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海涛法师弘法经典。11月4日礼拜六，佛陀应允返回人间日，小心通过阿弥陀佛殊胜功德力，善行甲恶行升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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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世界。联络电话：082-326-6551。11月5号星期日，小神通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十万兆倍。下午1点半，金门金湖综合体育馆点千灯共千水暨大蒙山慈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82-326-651。11月6号礼拜一，念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持斋度罪90劫，称圣神师千秋，修行通过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力，
善行甲恶行成一千亿兆倍，金门符合交流。11月8日礼拜三，小神通月功德日，善行甲恶行成十万兆倍，上午10点，新竹普愿福德院北区联合护生点灯摇香，甲龙凤圆满日，大蒙山慈悲施舍超度法会。联络电话：02-2917-8855，03-533-7368。11月10号至11月19号，印尼弘法行程。11月11号星期六，念卢舍那佛，大势至菩萨，持斋除罪1000劫，小乘通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亿倍。上午9点，印尼雅加达 Jasky Cafe Pandai Mudiala 放生活动。11月12号星期日，念地藏菩萨，卢舍那佛，持斋除罪1000劫，小乘通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亿倍。上午8点半，印尼雅加达瑜伽村餐厅八关斋戒，点灯、供水、药供及慈悲施食法会。11月13号星期一，小乘通月，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兆倍。印尼雅加达慈悲关怀残疾孤儿院。11月14号星期二，小乘通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亿倍。下午2点，印尼雅加达太公陵园甘露施食。11月15号星期三，念阿弥陀佛，持斋除罪90劫，小乘通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亿倍。晚上7点，印尼仙达新福禅寺佛法讲座。11月16号星期四，觉光长老圆寂纪念日，念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持斋除罪7000劫，小乘通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亿倍。上午9点，印尼仙达新福禅寺药师佛法会，即传授八关斋戒。11月17号星期五，药师佛圣诞，念释迦牟尼佛，持斋除罪8000劫，小乘通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亿倍。上午9点，印尼仙达新福禅寺药师佛诞辰法会圆满日。11月18号星期六，念定光如来，持斋除罪40劫，小乘通月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90万兆倍。下午4点半，印尼棉兰放生即慈悲施食。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生命电视新竹地区举办北区联合护生点灯药供暨莲皇圆满日，大蒙山慈悲施食超度法会，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日期11月8号星期三，上午10点，地点新竹普元佛道院前广场，地址新竹县新丰乡坡头村95-7号，联络电话02-2917-8855，03-533-7368。为令再加重培养出离心，增长出世正因，生命电视台台中五方讲堂近期特别举行善大的八关斋戒法会，祭诵药师宝忏，并恭请湛乐法师主法，祈愿借由持守八关斋戒的殊胜功德，消除众生罪愆，福慧日增。
法会开始前，信众们潜心书写着超荐及消灾牌会，祈愿历代祖先及累劫的父母能往生极乐。而佛前的坛城摆放诸多丰盛的贡品，显得庄严而盛大。法会上，众人整齐海清，两序排班，双手合掌，恭请湛乐法师升座传戒。接着，法师引领戒子们依循戒仪，明了戒相，忏悔发愿，次第得受八支斋戒，精勤一昼夜的礼遇犯行。慈悲才是我们生命的保障。一个人没持戒，一个人没行善，他临命终的时候，临命终的时候起一念的慈悲，这个慈悲就可以让他不堕三恶道，这个慈悲就可以让他往生上天。所以临命终善业往生上去，慈悲得生天上，戒律让我们解脱。所以这三个平常都要具足，好不好？心多慈悲，第五心无厌倦，看经书都不会觉得很烦呐、啊。整天办完斋戒，坐在这边就，啊，师傅六点嘛哦，啊师傅，我等下我要去对，啊你要去对，我也知，我昨下知影讲我等下要走啊，啊你要去对，你也唔知要去对，你就好好伫遐用功，啊要创啥，在你啊，要念佛，要拜佛，要绕佛，随在你啊，迄条条后咧说啊。啊！咪坐，我无你真正唔知我阿你讲，坐一百空八零才转去，一百空八零，师姐，莫过坐啊，到点我们关门啊。要会善用时间，好不好？心无厌倦，放生永不厌倦，好不好？施食永不厌倦，好不好？供养三宝永不厌倦，好不好？拜忏永不厌倦，好不好？最后，善男子、善女人们神情专注，精勤行道，恭送药师宝忏。霎时如海潮般的梵声中回荡每个角落，并将法会当天持戒、礼忏等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超生极乐。生命电视台台中采访报道。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晚课。